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啊，中国向何处去啊？十字路口，好神奇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么看着普普通通的，就是中国历史的时候，然后直通那个大烟囱，工业化是未来的事吗？您知道下面埋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嗯，你们听说过二里头人吗？就过去3700年前那些人。右手那儿就是铸铜作坊，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哦，那里啊，我靠，当时的硅谷。然后中国第一青铜爵，最漂亮的青铜爵就出在我们左手。左手。这个哎，房子底下。啊。那边是中关村，这边是紫禁城，这边是大石栏。大石栏现在还没确认啊，至少是南边是生产区，生产区啊，中间是政治区，政治区是吧？嗯，哎，就在我们考古队那一带哈，发现了墓葬啊，还有祭祀，嗯，就是像祭坛似的那样的东西啊，那不就宗教区吗？嗯，大家再往东走，就是这个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的这个工程公路，井字形大道啊，20米宽，哇，现代四车道，哦，四车道，这不就是王权的显现吗？对对，您对那个夏朝的这个态度和立场，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姓氏、历史最长的一个国家，如果这样的这个力度还要打问号，还要进行确认的话，那只能说是。我看连非物质遗产可能都不能算。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史观哈，是这个。考古学本位的这样的探究，包括本人在内，偏于保守的考古学家呢，没有否认夏的存在。但是二里头尽管进入王朝时代，但是这是夏还是商前期不知道。夏是一个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的这么一个，夏肯定出自于文献，考古上挖不出夏来。只要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出来，我们不知道这堆锅碗瓢盆姓夏还是姓商，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夏的存在，真的那么重要吗？大家，这是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呢，就是变成一个迷思一样。我说夏呢，就是夏是中国人一个拂不去的梦啊，因为它是这个成丁里的这种感觉。嗯，就是这个民族哈，从司马迁开始啊，把它作为一个王朝的这个造史哈出来哈，我们就有这种情节。我们有丰富的文献，以及丰富的史学传统，我们把这个看得比较重。嗯，看得重的这个时代呢，又正好是我们想提振民族自信心的这个时代。嗯，又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是这样来，就是说，好多这公众他就接受不了，就二里头一定要是夏才重要。嗯，西高月大墓一定要是曹操墓才重要。你说曹操墓，他大爷也比完全说不清楚要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嗯，所以我现在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我成了一个焦点了。因为谁都知道许宏是不肯言夏的，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否定夏的存在，是夏是否存在根本无法证明证真还证伪。就是二里头，我说他从考古学本位上来讲，我说他是最早的中国，但是姓夏和姓商暂时不知道。嗯，就甲骨文那样的东西出来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1996年那时候也是整个的这个断代工程，夏商周开始了一个时候。对，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对大家说，这是很听我也挺陌生。我第一次在北大听到李学勤先生去讲这个，我就觉得，你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就很好奇。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也可以谈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这个起因呢，是当时的国务委员到这个埃及卢克索。啊，卢克索我去过，对，是吧？说哎，去过。说埃及卢克索里边有大量的石刻的文字，对，文书材料吧，哈。然后呢，那个帝王的纪年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些非常惊诧。然后这个东西，埃及能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搞得那么清楚？就感觉还是要争口气这种感觉、啊。这是我们是文明古国之一，我们要一样的。对对。然后感觉就是我们能不能？投入点人力物力，我们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样一种感觉。我也参与，我是夏商断代工程，我这是排长这一级的这种哈。当时是想，99年向国庆献礼嘛，像这样一种所谓工程呢，在
人文社会科学界是非常陌生的，嗯，比较谨慎的学者觉得这东西搞不了，嗯，因为就是说很难在几年之内哈有个什么明确的说法，嗯，然后有学者说这个应该可以吧，嗯，然后就有学者接了嘛。我一直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优秀成果，嗯，只能是学者个人本位的。而且我参加这工程呢，我不认为这个政治影响它太多，嗯，因为这些人是学者，嗯，这人到最后呢，就是要靠材料来说话的哈，嗯，所以有这个来采访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认为如何如何夏商什么的。”他说：“这个可以成立吗？”我说：“不成立。”现在我们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个基点是武王伐纣，嗯，周武王伐商纣王，基点我们说应该是唯一的和准确的，但这个基点就这个基点，总共是有44种说法，前后相差112年，嗯，基点就开始这样了，然后对夏和商的这个纪年，从400多年到600多年，各家还有好多说法。而这个当代学者又采纳了不同的说法，嗯，那么到了夏这个地方啊，摇摆忽悠200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谁这么认为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每个人思想，怎么可能是，就是说怎么可能是一帮人有完全相近的相同的意思呢，嗯，说不死的情况下愣要说死的话，那就可别一说嘛。对，刚刚您说对夏的这种迷思，就是说，就是您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有那种感觉，就一方面哈，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充满了对历史的这种向往或者尊重，没错，对。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是毫不尊重历史的，那传统只是在某个小地方有，它看不任何延续性，这种矛盾对您，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深有同感哈，嗯。我们很流行无视这个真的，嗯，我们来找一些假的，嗯，我们搞一些很宏大的，甚至恢复一些。祭祖活动什么东西的哈，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参加，我绝对不参加这些，嗯，我接受不了。我们说什么是当地的文化名片呢？嗯，只能是残存不多的文化遗产，包括民居啊，嗯，包括那个古代的遗存，嗯，才是富有个性的。嗯，我前几年到这个广东的东部的那些县城，跟我老家辽宁。辽南的县城几乎是一模一样，嗯，这是我们感觉非常非常难受的，嗯，从这个上讲我们做的也不够哈，比如二里头村的村民特别质朴那种哈，嗯，他们不知道3000年以前这个地下还有这样的辉煌，嗯，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吗？嗯，当然这种就是说引起我们的责任感，那就是像好在我这样的小书一本本小书哈，嗯，我在用自己的努力来追回唤起文化记忆，嗯，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来唤起文化记忆哈，嗯，现在我们连崇高都被污名化了哈，就是这种责任感这种东西啊，一说起来都不好意思说，好像偏俗似的哈，嗯，但是难道许宏的这个觉醒不是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吗？嗯，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感觉吧，嗯，然后考古地缘呢分3个层级哈，嗯，第一层级所谓这个北京来的吃皇粮的研究人员， 嗯第二层级我们技师，嗯，王鸿章这不是一般司机啊，嗯，跟我同岁，我考上大学他没考上，嗯，鸿章这个前几年说，队长你看你这个念的博士整半天，然后这个读了20多年书回来之后还跟我们一样玩土科了哎，但是呢就等于说他一认出来他是二里头人，是他现在作为这个现场主持， 嗯带领着我们这个第三梯队哈，嗯，很郁闷。我们看这些都是这些大妈、大爷之类的哈，嗯，哎，嗯，你刚才说是放弃跳广场舞的机会哈，对，这个是什么，嗯，是什么现场？这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发掘了第58年了，嗯，1959年开始，对对，我发掘哈，已经第58个年头了，嗯。现在我们就是在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嗯，宫殿区，嗯，我们现在挖的就是这个路底下，嗯，这么一条，嗯，那么我们说这个地层就是无质地疏吧，嗯，啊，所以说我们看，我们现在上边的是庚土层，再下比如说晋代层，再往下比如说汉代层，嗯，再往下已经露头了，就宫殿建筑，嗯，是二里头时期的3000多年，啊，就是这么
一本书，就是我们在翻这个无字地书，嗯，把它完全成层叠的历史，对，层叠的历史。所以这是宏观说，微观咱们就下去好看看竟考古人是用怎么样一用手段来解读天书的。哇，太牛了，对，这是最性感的职业，对对，考古学科是最性感的职业了，考古人我需要巨大的耐心呢，这个就是说专业知识，嗯，然后中国考古学呢花了这个几十年时间来探索这种这个土中找土，嗯嗯，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嗯，金字塔让你挖你也挖不坏，嗯，但是这个东西是吧哈，你看不清楚使劲使劲在挖，说不定你挖一挖就挖没了，嗯，是吧？但这两天我先蹲在这儿，万一弄出来那个城墙了，我牛逼了！哎呀，是是是，哎，你看，这是一截墙，看，啊，这是墙，看，啊，看，啊，这是墙了。我画出来一大体它，我画出来一大体它，嗯，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哈，嗯，哎，这溜土跟两边不大一样，哦，它比较细，你看，嗯，颜色偏褐，对，那个门道那地方就是。墙头哈，哇，这么神奇啊！哎，上午看个隔墙，我们就是煞有介事。哎，啊，这是这儿，你看这儿，你看，你把这个东西挂出来，这个地方是最需要挂的，来，嗯，这是一堵小墙，看，嗯，这是一堵小墙。我靠，您线画这么直啊！一画出来，哎，你看有没有？对，你看有没有这线？一画出来，啊，因为它差的非常大，是吧？嗯，你要不画，你总觉得差不多是吧？哎，这是隔墙，看，嗯，这东西过来了，你得挂挂，嗯，哎。啊，所以你们都是有那种 X 光的眼睛啊！哎，这都是绝活儿。对，这些年啊，他们不一定懂大历史，但是他们这个技艺，嗯，太厉害了。那比我队长高。嗯，太厉害了。那这个墙就是您说的三千七百，三千多年前的那个二里头早期的宫殿建筑的这个，不知道哪个角落隔墙，就等于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至少三进院落。嗯，三进院落就是中国最早的这个。多进院落公室建筑群，从这儿开始了，这是其中之一。你看，哎，这样来就是从这儿到这儿是他屋里的，嗯，这个就得看，这是一个隔间儿，嗯，这又是一个隔间儿，你看这个，这我就找出来了，而这些东西都是想象一下，残垣断壁都没有了，都是地面以下的基础的部分，嗯，地基的。哎，现在我们就得把这些东西搞清楚。对您来说，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公共了解这些考古学知识，了解古代的世界，他们怎么生活，怎么统治，这一切是对他们讲为什么重要？您觉得？啊，呀，这个说起来啊，还是这个就是，比如为什么考古，或者为什么我们要学历史，或者对考古和历史感兴趣，为什么哈？我觉得首先没有必要用高大上的词汇来保养我们这学科哈。嗯。首先就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嗯，好奇心谁都有哈，都想知道我们怎么来的，我是谁哈，这样的。那其次呢，就是这种安顿身心吧，嗯，古今义理，这个人类不都是为了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吗？实际上顶多是换了时代，嗯，换了服装什么的哈，它等于就是人性好的东西是没有变的，实际上是一个触类旁通的这样一个东西吧，人类的。忘性是很大的，一再重复的错误，嗯，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如果把那些大灾大难大风大浪都了解了，然后应该可以看淡你自己的个人小的这个哈，嗯，小的这个波折呀，啊，什么这些，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安顿身心嘛。然后再者呢，就是也有朋友问我哈，为什么你们要考古什么的？我就想用这个来回答，为了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呐。嗯，你如果就是吃喝拉撒睡觉，那你完全可以活得很好很好的呀。嗯，但是你起码应该知道一点文化的东西吧。嗯，就如果要这个都不需求的话，那考古学就是没有，真的没有用。嗯，考古学是应该是一门贵族的学科，是吧？嗯，民国时期就是那样啊，在西方也是，早期也是，我根本不用不着干考古，因为考古养不了人，是吧？哈，对。但是考古的需求，那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是一种熏陶啊，是一种升华呀。嗯，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比如对，回到您第一次来二里头是96年是吧？我96年博士毕业，因为是搞城市考古的嘛，嗯，后来就被分配到离这几公里的。偃师商城，但那个时候怎么也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能
你到这个地方来，嗯，在我们圈里二里头都是大名鼎鼎的那个考古圣地呀、啊嗯，嗯，我做的博士论文呢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上下三千年，纵横几千公里，我特别需要有一个平台，嗯，一个可以解剖的麻雀，嗯，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实施我的一些学术设想哈、啊、想法哈、啊，所以这样来就是说，等于我接手之后第一个季度来，就领了几个探工，然后顺着这个遗址边缘就用的洛阳铲啊，嗯，整个打了这一圈，这个呢对于这个聚落形态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嗯，我现在可以说，经过我们的这个实地勘察，二里头遗址现存范围约三平方公里，从那开始。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嗯，像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发现层出不穷，这好多东西如果只出一项哈、啊，都已经足以这个引起学界的这个震动哈、啊嗯。最早那种应该是那个你说是发现宫殿吧？对，宫墙，那就那个那一刻，你什么时候意识？怎么就怎么那个细节是怎么样的、哦？那个场景是您是怎么意识到？这个、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是在。嗯，我在这个最早的中国那本第一本小说里边有一节叫想出来的工程、嗯、那个想加这个引号哈、嗯嗯、我是先这个把这个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古代城址哈、啊、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捋了一遍，提出了这个大都无城的这种提法哈、啊嗯、就是庞大的都邑没有外国城，但是内城或者宫城这是必须有的，因为王室禁地不应该是开放的，嗯，紫禁城你不能随随便便你平民都跑进去溜达一圈、嗯、对不对，嗯，它一定有防御嗯或者是区隔这种设施、嗯、这样一个信念导致我就是顺藤摸瓜嘛，我们在这个老先生们已经挖完的这个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再打开一个探方，嗯，接来看看，嗯，西北角打开之后看看有没有再向北延伸，打开之后果然都向两边延伸呐、啊，嗯，就是300多米长的宫城东墙，嗯，和这个宫城东北角发现了，嗯，这一下就是说想出来的工程啊，这让我想到了这个84年请苏秉琦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泰斗级的人物哈、啊嗯，苏先生半闭着眼睛说啊，考古这个活啊，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啊，你才能挖到什么。我当时想这不是唯心主义吗，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你痛感吧，嗯，这句话的哲学意味嗯太深刻了，开玩笑说是这个文学是吧，嗯，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历史学有一分材料你说五分话吧，考古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嗯，当然现在看来考古学者必须有想象力，嗯，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无谓的学者、嗯、是吧，嗯，你什么时候很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呀，我觉得还是很晚很晚是吧，我们的前辈嗯我们的就是资深学者哈，这个甚至权威哈，包括现在这个老先生还在谆谆教诲我们哈，考古学是实证的科学，但是现在我的博客里边、嗯、微博里边哈都有点冒天还是自大不为了哈、嗯，考古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呢、啊。嗯，考古学更多的是推论和假说呀。嗯，更多是验证不了的。我们能证明什么？二里头是夏还是商？嗯，在没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出来之前，嗯，我们能实证吗？这些锅碗瓢盆哪些属于夏，属于商啊？像这些东西，都是解释层面的。嗯，都是属于推论和假说层面的。但想象力应该是必须的吧？像我们。手底下挖那个房子，你如果没有房子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坑一个洞是吧哈、嗯、让你没有那概念，这个刮两下哈、嗯、看不清楚再刮就没了，嗯，就是你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嗯、你带着这些问题然后你才能哈、嗯、才能这个有所发现呢、嗯、遗骨派实际上是颠覆了某种传统，比如说过去我们认为中国是什么夏商周，或者再往大禹治水啊，就认为我们一套传说神话，但这套传说神话遗骨派们就顾颉刚他们包括后来者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任何实证可以证明这一切啊，而且他就某种意义上他就攻击这个传统，所以一旦某种固化的传统被攻击掉之后，它就会有一片很自由的地带，开阔的地带。而且我们在最初考古学的时候也是充满对西方的焦虑，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的历史很绵长很悠久，有自己非常独特，
这种纠缠它始终困扰着这些一代一代的人呢？嗯，最终我们可能要慢慢意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和确认不仅依赖于外人怎么去看待你，更赖于自己怎么去理解自我。我说我们再往前追溯，青铜潮到底是怎么开始，怎么进入到这个中原系统，然后又怎么眼睛扩散到更多地方，对，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也是整个国际学界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考古学的证据告诉你，全球化在5000年已经有了，那就是青铜潮，而它深刻的改变的东亚大陆的这个历史进程。到这儿一来，跟我们几千年磨制陶器这个传统相碰撞，屹立于全球青铜文明之林的这个别具一格的中国青铜文明诞生了。二里头的文化影响已经到那儿了，而后来呢，基本上就是向外扩张，后来扩成了这个，后来扩到四大边疆，认同上，我们说，你不能说中国是汉人的中国，对不对？让整个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国期间，开始正式形成了，所以这个中国太复杂了，所以我这个就是说写了两本以中国。为名的书之后，我决定东亚青铜潮不再用中国了，因为中国这个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是一个令我们焦虑的这样一个概念，对，而且东亚青铜潮混杂在一起，完全对。以前我们说那日本是非原生时代，非原生文明，那都是这个大陆哈影响的结果哈，中国是原生文明，在青铜潮来说，中国不也是一个纽带吗？不也是一个中间的环节吗？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呢？但是这些问题又有小朋友也接受不了了，但是我许宏是学者，我用证据来说话，是吧？而且我说这些都是可能性，是吧？都有待于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来检验的。就即便有这样这些证据，等于现在还有学者认为这个中国的青铜器的这个起源有可能是本土起源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定论，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越来越多的证据呢哈，表明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就既不是单纯本土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完全外来的，而是外来的文化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以及本土的这个传统的融合，山寨也好啊，创新也好啊，一批新的东西出来了，一个量变，一个质变，从量变到质变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我个人是倾向于就是应该这么来，这么来解释的。所以有趣就是比如我们想象一下，比如对二里头这么一个王国吧，对，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个突然那个高科技从外面进来，对，然后高科技进来，它又正好的等于是用既有的技术把它等于本土化了，对，它形成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王国，对，四方都来移民又多增加了，就这就是一种对，对，说的太对了，稍微定论点哈，青铜冶铸技术，出来之前，你来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满天星斗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各是是不是王国我们还不大清楚啊，我们一般倾向叫邦国啊，就是说像张光直先生所推测的哈，青铜一来被作为它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重器，成为大的这种王国向外扩张的一种动力，这样来就是寻找制作青铜器的矿料东西的哈，而这样一来，就是超越自然地理单元的这种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来了。二里头、二里岗、郑州长城这样的哈，殷墟，就等于说从这意义上讲，可不可以说青铜催生了中国？甚至远程输入品，导致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出来了，甚至可以这个再想一想，像二里头这样在东亚大陆从来没有过的驾驭管理大范围人群的这样一种政治架构，究竟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中生有的发明出来的，还是受到了已经存在的
其他区域的文明的影响，因为这个人、哎，人类这个东西哈、啊，你比如说你要造个什么东西哈、啊，你肯定不能说计算机是你自己独立发明的，就是你各种理念什么东西哈、啊，好多好多，我们说自主研发的东西，都是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的海归，早期海归，过来的哈、啊，那是不是一种文化传播？文明传播，等于到这儿了，我们肯定又更新换代哈、啊，但是一切一切就是它是有一个。圆的吧哈，而这个广袤的这个，欧亚大陆是根本没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碍的。现在的这个最新的分子人类学，甚至都这个方兴未艾，甚至都在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人类很有可能是同源的，都是在几万年前、十万年前到几万年前陆续的从欧洲走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是才有了我的那本书名最早的中国出笼了。所以如果您研究这考古研究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感就是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一个历史。对，太对。就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胡化的历史。一波一波的这个游牧，从青铜朝。代表着最先进的科技啊，从青铜朝到后来的游牧，民族内行，然后一波一波的来哈。我认为就是说，不应该过多的这个来强调，就类似于东方西方这种内涵外延严重不清的这样的概念哈。包括您说这新技术到来，然后它变成了突然很兴盛起来，对它的衰落呢？对，这个现在有好多书哈、来谈这个文明的衰落，反正是一种更有意思的话题。但你看在东亚，你说它这波衰落了，那波还又不是又起来了，让人认同吧？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啊，华夏哈。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那怎么看您这代和全球浪潮，这和这个全球学术这个考古学的这个浪潮之间的关系的呢？我说，我曾经跟人说，我觉得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原创吧？什么？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研究的，总体上看，我们跟别人的研究做比较哈、啊，政治应该是短期的吧，经济是一个相对中期的，甚至长期的。这样的东西啊，经济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文化是超长期甚至是永久性的，文化是底蕴呢、而聊以自慰的是本人正是研究文化的，只有好多东西吧，是如果你用这个长时段的这个历史观察的话哈、有些东西你就会很释然，就不会把一些偏于具体的离得太近的东西看得很重。现在看来呢，就是那种真正的面向未来的有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呢，肯定不是泥古的，也绝不应该是全盘西化的，而是呢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啊，到最后呢生发出一种另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哈、那样一个这个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能来临，那就是我们只能是期待了，而且呢希望通过我们的点滴的努力，然后一步一步的向那个方向去走，就够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也许这个但是我们给后人铺了搭桥哈，对，破进那个境界吧。